也是我们今年度的我们的跑台冠军歌后哦，阿强哦，哎呦，掌声来欢迎陈凯琪。师兄你好，哎呦，跑台冠军歌后哦，第二年呢，厉害哦，谢谢，搞做人哦，看到给十块买红包搞婆咯，哇，你也三个来哦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嘞，很特别，真的很特别，对呀、啊，好像我自己最近也是保平安这样子啊，因为最近的身体没有很好，所以希望可以保佑一下这样子啊，看得出来啦。心很闷，对不对？交男朋友，你看他交男朋友，交男朋友之后，整个都不一样了。怎么样？每天看到他嘴巴都油油的，奇怪了，怎样？那个酒精嘛，他怎么出嘴呀？啊，鬼面拢油的，要真冷。没有。跑台啦，跑台，没有把它游戏一下。哦，阿大家门后来。所以你是哪里不舒服？可以说一下吗？我咳嗽咳两个星期。哦，咳嗽啊，我还以为胸很闷呢。没有胸没有闷，没有闷。因为太有料了，穿太紧。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上部分有一点瘦下来，因为我妈妈说我这件衣服扭的时候没有很紧。对。OK， 没有感谢啊。这有没有瘦，我们是不太清楚啦，因为真的你要问你男朋友。现在这个时间有瘦不没瘦不重要，这个时间有买红包有中奖最重要啊！所以呢，我们买了红包的朋友不要忘记了，除了我们可以得到25位的这个幸运得主之外，没有得奖的朋友没有关系哦。我们要记得，这最重要就是要得得投标哎，爱好，不要想说哦，这张纸是股本哦，无丢你的五位就单掉了。